第十八题，蔗糖、葡萄糖、淀粉与纤维素等都是由下列哪三种元素构成？蔗糖、葡萄糖、淀粉、纤维素都是所谓的糖类，糖类又称碳水化合物，说是水的原因是因为它里面的氢跟氧的比例与水相同，有两份氢，有一份氧，所以碳水化合物都是由碳、氢、氧所构成的。所以第十八题问我们说，都是由下列哪三种元素构成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碳、氢、氧。